几千年来出一个这个民主，咱用民主来投票，咱嘛希望讲民进党会当像信奉公共款，安尼甲咱疼惜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有无？无。因哦，摕到权利了，一个对家己的母子家庭都袂当尽忠的人，你看伊会对人民尽忠吗？无可能。敢咩？没。你捌行过酒店？我知影，你免讲无。哦，我有啊，我当然有啊。安尼咧行酒店、占酒家，敢有迄落家己一个咧行？无可能。你等于说啊，等于问恁翁看，你咧行酒店的时阵看占酒家，敢有迄落家己一个咧行？无可能。拢嘛规往规栋。对。所以迄一个壁，一空入去拢掠骨来食啦。是，对，完全正确。你若家己一个去占酒店，你就有问题了。对，我嘛是安尼想，哪有可能对不？哎，无算啊，啊，无啦。因这栋是作恶一个，你敢知影？迄一暝爱开几万？一暝哦，一暝爱开几万呢？啊，若搁算出哩，哦，敢要高偌济，搁少偌济？对。你甲想看卖啊？迄开上个，开上个，对，这个问题真好，开上个，开你家己的，无可能啦，就是开咱个。对，为啥物？因咱缴的税金，因即摆官商勾结，有趁钱的生意人，想要趁较济，想要摕到案件，是，想要做较济案，伊就甲乌西，哦，乌西了后，请伊食酒，啊，譬如讲，若要甲彭华干乌西，钱也莫讲啦，讲钱袂大办，哇、哦，这个人。有气质哦，袂歹哦，钱无要收哦，对啊，无爱收。哦，啊好啊，啊钱无要收，我著叫一个林志玲去到门口甲饲电灵。哦，我的现存啊。哦，啊，迄个时阵人就该处理了啊。哎，啊钱啊，无要，人讲英雄难过美人关。所以呢，在这个过程中，因就开始交接，啊交接了后呢？像我台南这个警察局的局长，是现在让他抓关，判八冬，为什么没放出来，没交保呢？一审交保，正常啊，一审判八冬就要交保，拢会交保，哦，不爱交保，无法度交保，因为他卡到案件，我甲过，我去年六月初三甲过了，对，开始侦办，现在对工业区这案件办，但是台南市有将近800件的。太阳能发电伫个手来准诶，800件都在手过关，将近700件、哦，太可怕了。我甲你讲，遮还未办呢，还未办，遮还未办呢，哦，啊，你干那遮太阳能发电开抢，做你个开抢，搁开抢啊，做你个开抢，台南哦，哎，关门，有哪为着太阳能光电？同样的问题，伊讲安那，讲迄是干那基础工程啦，较细件啦，哦，所以开10千就好啦，开10千就好，开10千，啊，进前个桥较大条，爱开88千，88千，哎对，即马开千是算看工程大细件就对啦。我的故乡台南，偌清德本来飞到离离，对不对？是，伊讲安那，讲安那，讲迄个幕后。就是讲，甲迄个开枪的朋友开枪，迄个姓孔，对，啊，另外一个叫红姑的，对，哦，啊，红姑的因走去大陆，有一个姓王的庙林大庙的董事长，对，大陆用拿手机啊，给伊啊，请伊食饭，哦，啊，伊叫做朱佐德欢了，对啦，对啦，吼，伊讲迄个是国民党，即马要杀归国民党来啊，对，伊讲迄个跟李全教上好，上好。哦安尼，即讲一个上好，我就开始甲调查啦。我甲调查吼，我咧选市长的时阵，大庙我拢嘛爱去拜托，对不对？对。我去拜托三四座，我拜托伊吼，出来因迄个境内的庙宇吼，参我来拜一下呢。嘿。哦，伊即嘛讲，安尼伊是我的跳啊卡，有那我的好朋友对，但迄阵。这回登记要选伊，还佫无讲着我。伊讲，迄个甲李全教上好，第一好。
我昨下去也调查，我甲放一支赖清德的影片，伊敢若短短两分钟咧致辞吼，讲哎文忠兄长，文忠兄弟，文忠兄为咱客家杀白鱼拍拼，咱大家甲文忠兄拍抱啊一个，甲感谢一个，安尼短短两分钟，甲真正拍抱啊吼，安尼我好短短两分钟吼，甲捧场差不多十摆哦。我去遐调查，伊做市长的任内，正式去甲拜托，甲拜访，见面十摆，有那十摆。我同我甲公告出来了哦，伊同我讲啊啦，好，迄、那个王文忠甲李全教第一号，啊甲贾良凯第二号，啊甲伊民进党拢袂好，伊就是要甲伊退哦，啊退哦，退甲离离。结果四天前，一个学生啊，甲问，哦，迄、那个学生啊，准备有够多，足内行。伊讲我台南人，你讲开八十八千，你搁摕予国民党，迄款听袂落。因为所有的太阳能光电，就是郭在清，郭在清就是恁民进党的中执委，而且是你赖清德做市长的时阵引进。主委聘请伊来做财务长，你甲我讲，你含伊无熟悉，但是赖清德咧体功夫是有够厉害，你讲安那？讲安那？那你去查查看，查查看，黄伟哲跟郭在清在民进党是属于哪一个团体，你就知道了。啊，意思唔是阮新潮流的啦，意思。唔是条无，这唔是新潮流，唔新潮流的问题啊，对。啊，伊袂记哩，伊是当主席啦。你听好无？伊讲你甲看，黄伟哲甲迄个郭在清，伫民进党是属于倒一个团体，就是讲倒一派的就对了。迄派甲我无关，就甲我无关啦。啊，因两个就是因系的啦。啊，对啊。不是，他怎么有一个人会这样子？你身为副总统，又身为党主席，怎么讲？好，公、啊，所以你也无关。伊是面皮厚，厚甲袂晓反省。哎、欸，对。啊，我无骗你，我讲赖清德这世人是无咧道歉的。对。伊这世人无咧悔失的哦。啊，你无讲，我真正无想到咧。伊从来毋捌咧道歉。毋捌听过。毋捌。毋捌。你搁含我伫议会也同款。伊个人哦，真厉害。伊讲，啊，我讲伊若受到压力吼，伊就哭啊。啊，然后更就甜啦，就哽咽啦。伊伫台北开记者会，啊，变个执政的时阵，台糖甲这块土地卖予春良公司。春良公司。多利四亿块。什么人看呢？什么人看？洪基雄甲吴乃麟。哦。两个去予法院甲判刑。伊竟然用立法委员的身份出来开记者会讲。我要用我的政治生命担保他们的清白。哦，啊，我听到我才会当完呢。哎、欸，你咧做市长呢？你唔是民意代表，你做市长，你要用你的政治生命担保两个贪污的，叫法院判刑的，害咱国家损失四亿外万的，讲伊两个清白的。啊！你敢听会落？听袂落。啊！你要安怎做？我嘛用我的政治生命，担保他们两个不清白。对无？对啦。安尼嘛来是不是？爱单开白啊？对无？对啦。哎，法院我甲你讲，那是三审定刑哦。定刑的案件，咱台湾若讲判刑定刑了。搁再审的就对了，对啊对啊，两万件找无一件，无可能。司法案件哦，两万件找无一件。定谳案件怎么能够再审？请问一下。啊，也就是你要有什么证据，什么证据去请，啊，搁人替你，迄我甲伊讲有够困难的。对。结果这两件判决，竟然再审，还可以再审，真正提出再审通过，啊，通过唔爱等判决啦。对。结果判出来，好，吴乃麟判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，一年八个月，我就放炮啊，对不对？对。
我伫议会，我就甲问啊，市长，你讲你要用政治性命担保伊的清白，是，现在再度破一年八个月，五月二日要入去关啊，你的政治性命是啥物？对啊，伊搞晕啊啦，那是我个人的代志啊。你是在讲啥啦？伊讲我个人的代志啊。你对全国讲这款话啊，即马人真正去用判刑啊！你甲要甲担保，结果伊真正要入去关啊！啊，结果伊反应足紧。欸，我所以我甲你讲，胡科佩夹起来毋是稳痛的啊！赖清德毋是虾仔脚呢？伊反应偌紧呢？我随问了尔。嗯。用诶，蒋议员。嗯。你冇讲哦。嗯。讲因两个若是亲笔的。你就要辞职？有啊，我有讲啊。啊，你有讲。因为我含伊，我含伊拼嘛。啊，对啊。啊，迄个法官有哪有够国币的？嗯。迄个法官竟然两个拢有罪，到尾啊，审判哪判啦？一个有罪，一个无罪啦。啊？洪基昌收1350万。嗯。但是法官讲，那个是政治现金。为什么？啊，因为迄阵咱中华民国的政治现金法还未通过，所以收偌济钱啥无限。伊怎啊讲？伊摕1350万，迄是属于政治现金，所以洪基昌该判无罪。无罪。哦，啊伊就来啊，嘿，蒋议员，嗯，无罪哦，你是不是爱辞职？伊给我嫌呢，伊想讲。啊，我若无死，伊就免死，就大家恶孤啊！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！嗯，结果我安怎？我讲来，嗯，助理给我拍两张辞职书出来，一张议员辞职书，嗯，一张市长辞职书。嘿，伊徛伫头前上，还是即马是有影无影？我落来吼，我当我甲迄张议员的辞职书，我现签了着。嗯，签签了，我讲议员甲。立委啦吼，民意代表啊，甲乡镇代表，你的辞职无人会当准，无人会当无准。你的辞职只要辞职书签名送去到秘书处的，即时生效啊。哦，是这样子啊。嗯嗯，所以我就签了啊。签了了后，我甲迄张市长辞职书单摕去伊头前来，换你，换你签。结果。伊就点点唔出声，唔插我。唔插我。我讲你是条狗垃圾，你去学民进党的支持者，甲你看垃圾啊！假消天用政治生命，所以伊这个人就是安那，公共的无尊严。结果我有死无？无。我可会当无死的？你真要有死啊？我死啊！啊！我用最高道德的标准要求我家己，因为两个内底其中有一个照你讲。我是拼两个嘛，一个判无罪，我怎辞职？我辞职了后，从此伊就好势啊。伊怎啊随叫议长来甲我讲，无啦，杨介兄，市长讲你迄辞职无准算啊。我靠，当何无准算？君子一言一中，小人千言无用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咱啊，要选。爱选着像咱信奉公安呢，会当苦民所苦，无伊免啊享受千万年的香烟呢。尤其咱家己家己的子弟，好友谊。这五个月来，我甲小天对你身躯边啊看，真正吞忍，忍耐，坚毅不拔旗帜，为着大局吞忍，忍耐，这是一个正刚的。我感觉我这五个月去说服伊啊，照你讲，我是足少互说服，我要叫我钦佩一个人，爱互我相当的观察。嗯，所以咱家己啊，出这个好卡笑，嗯，好友谊啊，爱收听啦，好唔好？好。阮台南啊出过总统啊，嗯，咱屏东蔡英文啊出过总统啊，啊，搁卡安那拜拜，我告咱家己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！恁达不是安尼，老爸做了换囝做，靠人这款的，全世界无人安尼啦。嗯。啊，把国事怎啊变做家庭的家事去？嗯。哦。啊，囝做了，恁敢唔换因孙？啊，到安尼，啊，恁家己是拢无人安尼？哎，有可能哦。拢无人啊。嗯。
我听讲伊最近吼、讲有咧起厝干物影，你唔知哦？唔知。有哦，有哦，有，确定有。安尼好，这两个月讲换名呢。当署长讲换小妹啊，因大姐啊。真的啊？真的。啊，厝安尼一间一间起啊。哦。啊，过去安怎？啊，即马是赚偌济？莫怪三百万放伫高铁顶头，无要无紧。不要紧啦，迄拢不要紧。嘿，迄小钱啦。安尼，安尼，恁看下了。我甲你讲，林国庆这个人吼、我熟悉伊了二十冬了，二十年来，伊较早不记哦，不记哦。伊较早吼，伊民进党的啦，我国民党的，阮两个立场无同，但是安那，阮拢有一粒甲基层做伙打拼的心。对。阮有一粒爱心，有一粒疼心啦。你听有无？阮两个伫基层的政治。就是讲，要甲艰苦人斗阵行，嘛唔甲财团做亲情啦，对无？对。尤其伊有一个疼心，就是讲苦民所苦，艰苦的民众，哦，真正互伊发现，或者普通时，伊就去照顾这受照顾的人。政府照顾袂到，伊尽量甲照顾。政府做袂到，伊捡起来斗。这就是林国庆给我的感动。你看我自伊选，顶届选我落来，这届选我讲无论安那爱甲变好过。顶届实在是真危险啦，照你讲，阮两个联手顶抓就爱甲变过啊。对哦。哦，啊，国民党就戆甲袂白上啦，啊，上会唔白听了甲六皮啦。哦，无代无志阁创一下，但是迄我讲，迄人有张灯啊，人迄有人提出来用的嘛，哦。人对手刁工用就知影讲，伊若甲退几千票啊，国庆也着倒嘛。结果对方迄个提万外票呢，啊，所以国庆啊顶回才输两三千票尔呢。对对。所以即摆无同啊，吼、即摆定高机啊。定高机真正。啊，我甲你讲哦，你若分即个高过手啊，后抓要甲硬拍硬啦。无啦，公众输，政治即个公众输就是爱正人插啦。阮台南较早民进党一个大佬叫蔡介荣，因囝要选伊，甲反对，要选怎？伊家己所有条啊，甲个小马也是啊讲，恁啥物人挺我的囝就对啦，我就无爱和你做朋友。啊，因囝甲林下出来选落选。哦，伊讲安那，政治这个公众事务爱予正人出来插，哈，拢在姓蔡的插，对无？啊，恁家己拢敢若姓陈的会使插，你去改姓。对不对？对啦。安尼未通嘛？咱的城市要进步，国家要进步，就是爱轮替嘛。对啦。中央政权爱轮替，地方嘛是爱轮替，对无？对。予大家出来做看卖啦，人才足济啦，家己无欠人才啦。对啦。家己上欠的就是迄个贪财啦，啥物钱都交结，啥物钱都要赚。伊有谈无谈，你知我知啦，信鸿公知啦。所以这回是家己人爱觉醒。哦，侯友宜伫遮出身，恁甲听说，一个有爱心哦，而且对基层非常理解，看交朋友啊，无分阶层，伊的服务是无分时间的国庆啊。这款人正月十三，你若搁予伊孤单。我跟你讲，我以后莫讲叫我来大拿啦，参要来交易，我就无爱啦。真的啦，哦，我就偏无爱来啊。我来会艰苦嘛，我逐摆来拢讲较骚声，哦，连上山落海，海山咧叫，山咧叫。咱是希望讲一个改变尔嘛。我伫台南甲高雄，即回过去我拢无立法委员呢。台南一个都无，高雄嘛一个都无。家己遮嘛咩哦，哦，对，所以，阮台南已经两角十五针嘛，角五啊，阮今年上无要选一个出来，高雄上无要甲选两个出来，啊，恁家己有要选一个出来无啦？有啦，有无啦？有啦，给台湾一个新机会啦，对啦，给咱的子孙一个机会啦，
茫阁选选迄个规往规栋，暗时啊占酒加占酒店的啦，对，迄袂通啦。嗯，哦，啊，迄个困人的某的啦，哦，嗯，你免惊，困人的某我讲啊，无叫来甲我告。嗯，迄人去困困的，人去服务处甲写某某委员指名嗲势，哦，干，你迄日干啦，我这个干啦，人妻。很爽吗？人家喷哦，喷伫因两间服务处哦。Yeah。喷了吼，透早四点外去喷，喷了天未光报警，警察局四点钟就抓着人，抓着，慢走，慢走，做笔录，来通知王委员，嫌犯已经逮捕归案。哦，你即马爱来到现场，你也提出控告啊！是啊，无我要干哪个办？对啊，因为迄毁损嘛，哦，你刚才委员接了电话，哦，我大人有大量，哦，安怎？我不提告，不提告，放他走，我不提告，伊唔敢告咧，哎靠，人去恁兜指名嗲势，讲你困伊个某，啊你唔敢告，谁让你嘛告？是啊，我。替迄个人哦，做唔甘嘛？唔甘，对。为安那呢？有人甲讲，你是台南发生这个代志，你只有去找一个人，你会冤屈，才会当伸冤啦。什么人？什么人？好，你内行嘞。人家讲你去找车辆界，一定会当行你判啊一个公道啦。对啊。给我一直伫遐等，等伊拢无来，伊交我一个朋友讲安那，你敢知？讲啦。因某真正生得真水，咱坦白讲，真水。嗯，伊讲我吼足爱阮某。嗯，啊，我若去找食两届吼，阮某一定跟我离婚啦。哦，所以我只好吞了。安尼啊。吞了了，经过两冬，是。伫旧年，迄个朋友甲我讲，因某甲离婚啦。安尼啊。你甲看卖啊！是啊，是啊，这个代志安尼，这几个拢民进党会结束，吼、哦，困难的某的，外口偷生的，吼、哦，包括亲中舔共的，整冰淇淋的，大红乌啦，哎、啊，拢嘴拢挤对国民党家来，对，所以这个政党爱换无啦，爱啦，爱换无啦，爱，国庆啊，听笑一个，是，好友谊，家己的主题，是，甲听笑一个，感谢你，谢谢，谢谢。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 AB 克菲尔益生菌，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，能产生伽马、色氨酸等助眠因子，难怪吃了更快入睡，夜睡得更好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杆菌 M1 的产品，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技转，对季节敏感、调整体质的朋友真的是一大福音。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，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，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、贝塔胡萝卜素、维生素 K、维生素 C、叶酸等丰富营养素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专利制成，无塑化剂，无重金属，无人工添加物，无410项农药，无香料调味剂，无防腐剂，无色素，七大保证，七大认证，觉得好安心。每日克菲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good， 快点购下单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。